韩国新生代女团 TWICE 出道不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就迅速闯出名号。尤其来自台湾的成员忙内子瑜，一举一动都是镁光灯关注的焦点。近日，她和成员一起为 3C 产品代言，同时释出可爱与性感版的广告，让粉丝看到子瑜不同以往的面貌。在可爱版广告中，子瑜和团员娜莲顶颜共舞，展现甜美的笑容，还对着镜头比爱心撒娇。而在性感版本里，年仅16岁的子瑜脱掉大衣，露出纤细的小蛮腰，在电梯中扭腰、撅臀、咬唇、深蹲，大秀火辣妩媚之姿。虽然影片公开没多久就被设为私人影片，但幸好早已有网友将性感版的广告备份上传，也才能让广大粉丝欣赏到子瑜辣到喷火的画面。甜蜜蜜，你笑得多甜蜜，你的笑容这样甜蜜啊，在哪里？耶稣乐讯中心特别报道。